最近热门的电影《海王》，大家都去看了吗？电影里，妮可基德曼饰演海底王国亚特兰蒂斯的皇后亚特兰娜。妮可一出场，真的好美，身材高挑，一头长长的卷发，很有女生气质。而且她在电影里还有吻戏，饰演海王父亲的男演员有福了。妮可基德曼今年51岁，年轻时的她美得不可方物。然而欧美女生都老得很快，电影里惊艳的妮可在宣传会上颜值就没有那么好看，而且也能看出来她真的有些老了。不过还是很感谢导演温子仁，把我们的女神拍得那么美。而且妮可基德曼的演技也很扎实，在电影开头妮可还是年轻时的女王，一个51岁的人把少女的感觉演得很好。特别是那个吃小鱼的镜头，超可爱的。都说美人迟暮，但妮可基德曼并不是。她虽然不及年轻时好看了，但演技和气质没有丢。正如我们都被电影里她饰演的亚特兰蒂斯女王所惊艳了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